化神后驱。坟墓宗的外门弟子，等一下啊，戒指，龙鱼坐骑，我操，这龙鱼坐骑，巨灵，哇，这坐骑我要。送他，把我猪送给他。坐骑，哇，帅！送他头猪，单康，化神呐、啊！再送他一个鱼。龙鱼，再送一个这个储物戒指，再送一个储物戒指，五星满了，结缘，结为道侣。结为夫妻，你已经有爱人了，得先解除关系。我有爱人了，哪个傻逼影响我？我没有爱人啊。化神后期，我操，他有。妈的，他这算不算出轨啊？我操！血亏啊，花了我10000多块钱呢！哇，花了我20000多。这个女人，索要，精力不足。等一下，索要的东西不行，我必须得回点本，我必须。金阳火流果，龙鱼要回来，妈的，你还不还给我，我操！要不回来，送出去了，没有了。我操，他8个心法啊！他男朋友是闪红宗的，啊，闪红宗我没看到啊，这里好像不在这。化神后期是外门弟子，说明更牛逼，在另外的地方。坐骑，他坐骑，化神坐骑，你鱼你不给我。偷窃失败，你这点修为敢打我的主意，准备受你他妈老婆，老婆我错了，老婆，跨2个境界，大哥，还是大后期。我算是最了解你的人之一，凭现在的你根本就没机会战胜我。
你的性命全在我一念之间。看在你是我的道侣份上，我便饶了你这一回，你走吧。唉，这些个人呐，畜生呐，给我站住！谁呀？元婴后期，伤我正道之人，还袒护妖女，今日纳命了。我操，跨三个境界！我操，初期还能打，后期真打不过呀。这心法也太远了吧！距离拉不开，哥哥。我送你一个狐灵玉，不要杀我。想不到化神境强者和妙博竟然是你的道侣，看着他，我操，老婆的身份派上用场了，老子化神期的老婆，你他妈跟我装逼是不是？哎呦，还好有老婆，他不杀我呀，我不然我就要被杀了。